ゲーム。一度ボーダーラインを超えたらもう出られない。ゲームに参加するしかない。日本人气夯剧《经济之国的闯关者二》将于12月22日全球上线。今天官方释出最新剧照，除了男主角山崎贤人、女主角土屋太凤以及其余原班人马之外，第二季超大亮点就是饰演酒间的山下智久，在剧中和男主角山崎贤人将展开对战，拥有强大领袖魅力。山下智久在剧中也忠于原作角色设定，最新剧照中上半身全裸，单手托着山崎贤人的肩，展现手臂、胸肌完美线条，结实的六块腹肌更是一览无遗。大秀身材的山下智久也让日本网友暴动，纷纷激动留言：山 P 的压倒性腹肌，演酒间的山 P 快把我的心夺走了，我好兴奋啊，口水要流出来了。Start ボタン押すの忘れちゃってんじゃないの？こんなんゲームじゃねえよ。《经济之国的闯关者》第一季播出后好评不断，横扫日本、台湾排行榜冠军宝座。第二季接续先前精彩故事与震撼场面，加上山下智久脱衣上阵，也让粉丝相当期待。